吃面系列拉面篇，这期我们来到一家号称白月光的牛大碗兰州拉面店。为什么叫它白月光呢？继续看就知道了。有点事故，事故，重来啊！重来，重来，我也要封印你。我挺喜欢，因为它不腥，而且它肥肉多，就吃着就感觉油水多。哎，可是我感觉这个所谓的细面是要比那边的细面再粗一点的，嗯，你不觉得吗？对，我也觉得，薄量好多，这是小碗，嗯，是。那我们摄像姐姐尝面要百岁，算了，重新来一下。哎，怎么能把我的寿命收回去？不收，你这个是要活千千万万年的。这是我刚来多伦多以后吃的第一次，就这种不能说兰州吧，就是我牛肉拉面，就是这一家，然后直接封神。今天，所以它是我的白月光店。好像这个汤真的封神，你待会就知道我为什么说封。你现在就尝一口给我。这就是清汤，但是非常有味道，但是又不是味精味，对不对？ I agree。 话不多说，好吧，你还是要表演那个一口吧。嗯，我刚才就是一个筷子，人家表演一口的岂不是这一碗都吃完了？上去，我喜欢这个肉，它不是纯瘦的那种。哎，它有点像松虎捞呢，就有点肥瘦相间的那种，还有一点醋，因为它这个汤太好喝了。我作为一个山西人，这个汤好喝到什么地步，就一个形容词，我不想用我最热爱的醋来污染它。哎，我觉得你这个表情很像那个什么，那种醋哭死在角落，不是，就是那种拍那种动画片的那种做食物动画片里面的那种动物的，不是动物，动物动画人物的表情。来了啊！它这个辣椒，它要卖10块钱一罐，20块钱，18好像啊。所以下面可能是大罐18。来，下面看，来尝一下，加了10块钱辣椒的味道啊。这辣椒比面还贵是吗？意思是？对。那我就好奇了，你这么一口一口吃，你要分多少次能把这一小碗吃完？他自己戛然而止。我觉得辣椒不如那个大槐树，大槐树在我心里是封神的。这个面我觉得你也会喜欢的。它硬吗？不硬。OK。但是有嚼劲，有面香，但它不咸。就这个碗整体来说，给我吃的感觉就是清淡又不湿，没有风味。就是你吃面的时候，你吃到的是面香。哦呦，对，我给它这样的高的评价，就是它不是那种全满口都是肉味，它吃面就是面香，喝汤就是肉香，吃肉就是也是肉香，喝汤除了肉香以外，它还有那个绿，就是那些绿的那些香味。嗯，真的像你说的，我觉得这种呢就是可以每天吃的，对，吃完了不难受。嗯，来吧，开始你的。好，嘴里吃了头发。太肿起来了，像个小仓鼠。就有一个面条头从我的嗓子眼差点就滑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面也是我喜欢的，就是软硬，还有粗细都还 OK。 这是萝卜牛杂，这是个萝卜吧？它是个萝卜，是我不会吃。
好腥啊，我要移过来。行，我吃不来。好吧，这个都冷了。对啊，这个应该点醋。我的裤子，哇哇，我是该表扬他还是该表扬他还是该表扬他？当然是表扬了，人家这个流汁哎，喷汁哎，喷了我一身好吗？不喷我嘴里，我嘴里一滴都没进去。那你这是表扬的问题。你看我的裤子，看我的毛衣。不过他是我见过身兼包里面人谁最多最多的了。因为你第二口也一直还，你看还在包，一碗的都是汁。嗯，点醋，因为它有点甜。也是甜。我还在包汁。嗯。不行，我待会要表演一个一口闷。好。然后我是。哦哦，你是想要吗？嗯，看你这样，我觉得我一口闷不了呀。你应该问他想干嘛。猫神经猫成精的时候，我的大腿感受到那个油从表面渗下去，贴着我的腿了。现在，这是一个灵长类动物输给了一个神经包装的故事。嗯。来吧，一口闷，特写啊，一口闷，一口闷。这个人在内心里爆炸，嘴里正在发生核爆炸事故。我可以张嘴吗 ？Oh my god！ 就是要看着他。脆热的时候，脆的时候，那就真的很好吃了。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也很好吃，它的底还是脆的。现在是好吃的，但是我就想，我在幻想，就是刚刚煎出来那种脆脆硬硬的那个，我就很喜欢。来，我要吃的文雅一点，就会。我突然发现，好像你的嘴真的比我大，就是你的嘴容量比我大。你就是能塞下一个生煎包的话，这个是个。这个女人不可小觑啊。这是包是扁呢？不是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，我没有在表扬你，也没有在批判你。和我白月光怎么样？就是怎么说？我会有 second visit 的。因为你也知道我从来都说我不会再来，只要我吃过一次的我会去尝试其他的，对不对？我会去我没有去过的地方，但这个就是说就是个家常的点，我偶尔的我会来。对，对你来说这是很高的评价了，没有说最高了，就是饮食习惯面并不是就是说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就说这已经是很高的。对对对，但这家确实就是它够轻，青德来呢，它是有味道的。我你也知道我口味是多重的一个人。我的评价呢，就是它依然是我那个白月光，它没有变。此且只因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呐？你这，我开始怀疑你是我收钱了是吧？我怀疑你。你刚问我为什么点上，我就说了，我身体缺钱的。哦，原来你是因为身体缺钱的。嗯，今天吃完了就不会这样了。有。